第七十章理念之争。海神淡淡一笑道，你其实并没有什么漏洞，只不过有些事情是你不了解的而已，所以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我比你多想到了一些东西而已。嗯？毁灭之神疑惑地看着海神，海神右手握着海神三叉戟道，在你多次向我提出扩张神界被我否决之后，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怨气积累得越来越深，我知道这不是很好的情况，如果处理得不得当，很可能会造成神界的动荡。我也知道我所说的那份预感你并不相信，事实上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说服别的神体，毕竟那只是一种虚无的摸不着端倪的预测罢了。但是我的预感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强烈了，那份预感恐怕就在不远，即将到来。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说服你的，你心中的怨念也正是变得越来越强，所以我才会对你说，如果一年内我预感中的事情还没有到来，我就听你的意见进行神界的扩张。说到这里，海神脸上流露出一丝怅然之色，可是你终究还是没有等到那么久，还是动了手。你动手的很突然，准备的也很充分，但是无论你是否相信，对你的动手我同样也是有预感的，甚至我有些是放纵你动手的，因为那能够威胁到整个神界的巨大危机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如果在它到来之前我不能够将神界的内部矛盾化解的话，我们只会更加危险。想要化解那场大难，首先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才行，所以我要让你的怨气爆发出来，再想办法化解它，从而让我们神界重新团结在一起。停顿了一下，海神叹息一声，只是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决绝，或许真的是因为我让你感到威胁了吧，你竟然动用了神界之力的力量，虽然只是利用那份力量来封印，但你可知道那封印在你这样的触动下是有被破封的可能，你所释放出的神境之地的力量已经影响到了这神境之地周围的部分神兽，甚至还有那已经消失的神兽出现，这意味着神境之地是有可能解封的，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你就是神界的罪人。毁灭之神看了一眼身边的生命女神，怒声一哼道，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神境之地的封印好好的，如何就会破开？海神轻轻地摇了摇头道，是否会破开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现在也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毁灭之神，你封印我没有关系，但是就算你要扩张神界，为什么扩张得如此极致，竟然要将神界扩大三倍，你可知道这已经是目前神界积累念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毁灭之神道，我当然知道，正是因为我知道我才会这样做，尽最大的可能扩张神界，神界就有最大程度的吸收下界的念力，让下界的念力壮大神界，让神界变得更加强盛，我这么做有什么错？海神苦笑道，有什么错？如果我的预感是正确的，你就大错特错了，你一点也不愿意相信我的判断。毁灭之神，无论如何我也和你一样都是神界委员会中的一员啊，就算你再不认同我，你也应该明白我所做的一切也同样是为了神界。毁灭之神面部肌肉略微抽搐了一下，这一点他必须要承认，尽最大可能的扩张神界本身有很大程度是要为了和海神赌气，他要向所有神体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海神道，你所选择的发动时机很好，正是我孩子即将诞生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我根本顾不上其他，而在我心中没有什么比孩子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算有准备也不可能早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在你的面前讨得了好，为了小五和孩子的安全我不得不向你妥协，那个时候我心中对你是还存有一丝希望，但是
随着你将我囚禁在这神禁之地，利用神禁之地那禁忌的力量来封印我，我心中对你的最后希望就已经逐渐破灭了。我知道你已经真正的迷失了自我，完全被毁灭意念侵蚀了。毁灭之神冷冷地看着海神，冷声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多说无益。既然你能够突破封印，那我们就手下见真章吧。你真的以为凭借你个人之力就能够扭转乾坤吗？就算小绿不参与其中，你也一样赢不了。这些来帮你的人都已经没有多少战力了，你又如何与我对抗？